当顶啊，迄、那个清净的灵觉本性，咱知啦。随有正因灵觉之性，咱有这个正因灵觉的性，咱虽然知咯，以为烦恼黑暗丛林之所伏笔，虽然咱明知知影，咱已经甲佛有同等清净的本性，这个灵觉非常的清净，这个本性呢？咱拢总有啊，只是呢，咱也过是凡夫，咱也过是受烦恼黑暗丛林，安尼甲咱覆盖掉呢。所以定定讲啊，光明甲黑暗，就是一体两面呐、啊，就亲像一只手伸出来，来将心。换过来，手腕，那同款一只手，这是一体，手腕甲手心是同一体啊，只是两面而已。所以甲甲眉同款是一体，但是呢两面，光明黑暗同一项，只是。两面，所以凡夫啊，本来呢是甲佛也是同款，佛呢甲咱凡夫也是同款，因为佛陀呢，伊嘛有寿命的限制，来到这个人间80岁，所以呢，世寿80的限制，那。佛陀甲咱同款的有性命，伊嘛有生老病的这个变异的形态，所以讲起来，这样拢总是无变的原则吼，这自然原则拢是同款嘛。但是呢，咱拢总是去互伊买去啦，所以性命吼。咱已经呢，都知影，苦因苦果呢，就是来自于咱过去所造作的业，所以呢，得到迄个苦果啦，沉落去是无穷尽啦。咱那是伫凡夫啊，这种的烦恼苦果啊，那受到的是阁无觉悟啦，那安尼呢？迄、那个业啊，愈做愈多啊，一种苦的果报，都愈沉愈深，都亲像伫迄个大海里啊，那抱着石头啊，沉伫海底同款，愈沉愈深哦，吼，这就是讲咱凡夫啊，这个灵觉那无现前呐、啊。其实灵觉本具只是无限制，所以呢，咱爱定定都真警惕自己。所以咱即马就是爱观自心，咱一定呢，伫过去生中，或者是今生出世，咱伫不自觉的中间呐，咱有结着歹缘，种着歹因呐。无好的因，无好的缘呐、啊，那当然呐、啊，咱一世人所受的呢，嘛有苦乐参半啊，真庆幸得到人心来修行啊，啊，真懊恼啊，那无法度通好，人人拢是真好的缘，好、哦，所以呢。
咱也有起心动念烦恼的时啊，所以咱要时时真正的警惕，得到什么款的缘呐？和咱安怎的烦恼，咱都爱呢？时时爱浮现出了忏悔、忏悔，培养这份忏悔的念嘛，咱呢自然呐就会当可以呐。就会减减吼，那恶言呢就减减，所以呢，咱就会当正中啦，迄个福音啦，啊，好言。咱听到同款病院的志工分享到一位呢98岁的老公公啊，这位老先生呢已经98岁啦，第一天呢忽然间呐，他滑倒落去啦，滑倒落去，迄、那个刹那间哦，哎呦！是的啦，我跋倒啊啦，那先是的啦，跋倒落去吼，第一句话呢，是的啦，我跋倒啊。哦，因的子孙啊听到咯，赶紧进来哦，赶紧甲阿公啊送去病院。经过医生诊断啦，就是骨断去啊啦，老人未堪咧跋，迄个臀部的骨咧断去咯，就赶紧啦，爱要甲阿公咧处理住院啊，医生的考虑遮济岁啊，是毋是需要甲伊？开刀无检查，那伫这中间，咱的志工看到伊的子孙呐，足友好的，一直甲医生呢，一直参考讨论，要安怎会当通减轻阿公的痛苦，要安怎会当互阿公呢，会当搁再恢复伊的生活品质。看到迄子孙呐，遮尔正疼惜这阿公啊，咱的委员啊，咱的志工，都带我去甲这家属来了解。其中一位呢，孙媳妇哦，甲咱的志工讲：啊，我那阿公哦，是足好的阿公呐，伊吼。平常时足有修养的啦，阮甲做一个啥物工课，拢甲阮讲感恩哦，多谢哦，拢是讲好话呢。啊，唔知安怎哪会跋这倒啊？咱另外志工就去伫咧安抚阿公啊，啊，听到这顺心不讲的话呢，那、啊、就问阿公，阿公。啊，听伊讲你跋倒的时吼，你讲失礼啦，啊，你跋倒哪会发失礼？阿公就讲哦，伊讲哦，我跋落去当阵哦，一个念头就想讲哦，我即马跋落去啦，安怎吼会拖累着我的子孙啦？所以呢，我呢一跋倒吼，啊，就是互子孙添麻烦啦。所以我就讲实的啊，看老人啊，已经培养着遮尔真好的习惯，对子孙呢抱着感恩心嘛、啊，不管人给伊什么物件。